第二吗？对，这完全不知道。右下那位坐轮椅的，你可不可以点开放大？我猜是吴思怀。吴思怀吗？对。等一下，有很多吴思怀啊。第一个。嗯。途中的人刚刚做了什么跳海吧？对，往世间吗？途中的空气是谁送的？卢秀燕，古怪空气。哦，你怎么那么屌？你怎么都知道？途中的行为叫做什么？亲吻土地。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我没看过，这是谁啊？我觉得是亲吻土地耶。这种真跑票吗？跑票？算了，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。柯文哲最推荐的轻生方式是什么？吞巴拉卦，我记得是，是吞巴拉卦吗？我记得吞巴拉卦，巴拉卦是什么？巴拉卦，巴拉卦是什么？农药。选科什么都会上。西瓜，西瓜吧。这个人要罢免蔡英文，聚集了多少人的族群？这个我不知道。120啦。他们在喊选举无效时，哪个字破音了？选举。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很久了，这种比较老的梗谁会知道、啊？选举无效，哪一个字比较容易破音？好、啊，第一个字，通常我们讲出来第一句话，第一个字会有可能会破音。第二个字，啊，你觉得是第二个字啊？二或三，我猜二或三。马英九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为手，谁拿走了邱毅的假发？这个是好问题，大家都知道他被拿了，但是不知道是，是柯四海吗？没有啊，只有黄什么的、啊。这是在测政治狂热度吗？这是政治梗图测验，就是你懂不懂政治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这都比较早期的。我选黄永成。连胜文是什么协会的理事长？土风舞。那个 breaking 霹雳舞霹雳舞。这题我确定。太屌了吧！我记得是霹雳舞。左边那位女士当时的职位是什么？法务部长。看你好屌。看到邱主任不喜欢就不是男人，真假？他们讲这么有，这是董仲彦讲的，这么狠啊！这是哪个县市的联络部？干这个还要，那一定是台中啊！没有台中哎，没有台中吗？南投、宜兰、花莲、南投、台东。哦，富坤旗是花莲，富坤旗是花莲。干，我看着那个眼睛标，操，他就不是眼睛标。来去高雄，歌词第十二句是什么？第十二句，我想想，高雄好气头，沙岗的美雄都好。要提起，干白痴领导啊？不知道。我看，我在莲池潭。莲池潭。我在莲池潭。请选出在途中完整出现的2020总统大选国民党初选候选人复选题哦。初选候选人谁是？我记得没有侯友宜。这其他都选是不是？张亚中好像有听过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。我不懂政治啊。吴敦义好像没有。吴敦义也没有。吴敦义有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吴敦义有没有。那你选一个。他几个？朱立伦好像没有，朱立伦没有。还有谁没有？其他的应该就都有。我是苏贞昌做了碰了左边哪个人的部位？这个我不知道。复选欸，难题太挂号难题耶、欸！看你肩膀一定有的吧？不要碰我肩膀。随便选好了。宋楚瑜曾经参选总统选举的大选年份，复选题。这种太难了啦。太难了吧？这种我没办法。宋楚瑜有选2020吗？有，我记得有。看来我全部勾起来怎么样？选六年了。宋楚瑜有选2020啊，有啊。我就是中华民国的。什么？什么？那个郭台铭讲的？我不知道。Red Star 吗？Red Star。他如果讲 Red Star 的话，那他也是有最强外挂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
你不要查呢，我们这是不能作弊的。没有啊，印象中凤凰都飞走了，进来一大堆什么？鸡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吧？啊，什么？这个 easy， 鸡啊，这个 easy peasy， 这个 easy peasy， 鸡啊，一大堆鸡啊。对啊，三万多块钱好像不划算，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什么台湾？做功德？不是吧？两个字，两个字。哎、欸，台湾哦，三万多好像赖功德，当功德不是吗？功德台湾吗？台湾哦，什么台湾？对啦，我不知道这个，我不知道。把它当作是一个什么台湾？不知道哎、欸，那就不要写了吧。哪来这么多梗图？历年收集而来的。谁应该得诺贝尔奖？我知道，这个、我知道发明那个无薪假的，无薪假，对对对对，无薪假的，这我知道。谁啊？到底谁？无薪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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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那个无薪假，那个无薪假，就叫无薪假而已。对啊。有档案，完全四个字，完全没有画面，没有，没有画面。阿本太简单了，阿本错了吗？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才看到说阿扁不会骗你，看到只有三个字。第三次在听不见的时候，你可以再大声点。哎、欸，对，三个字、欸、是吗？大声点吗？大点声。欸、拍桌子。啊，对对对，拍桌子。我感谢哲林的提供。肥滋滋走路起来像只，这个在骂陈菊，我想想，那个靠背想不起来，应该是跟猪有关。知道啊，他跟肥滋滋的，他是跟猪有关。我想一下，陈猪大肥猪，大母猪还是大肥猪，我不知道。他也太狠了吧！他怎么可以这样讲人家？大肥猪还是大母猪？多吉。感觉两个都不是对的，随便。大胖猪，大好啦，大母猪啦，我你叉叉啦，我是林爸爸，我是你爸爸，我你老贝吧，我你我喜林老贝，我你老爸是吗？哦，感觉是的，对我记得是五四零八八，我喜林爸爸，太什么了？你们真的太什么了？太夸张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太夸张。是夸张吗？感觉不是夸张。黄国昌讲太离谱了，太离谱了，离谱哦 ！#离谱，离谱朗克，我不知道，有可能是。我把你当什么看？我把你当人看吗？上一题是那个瓦西利爸爸吧，不是老爸，爸爸，所以要打爸爸是不是？对，瓦西利爸爸五四，瓦利爸爸啦。我把你当人看吗？还是什么？马英九讲了。我把你当狗看，真的假的？这么狠哦、喔！我不知道，有可能的。如果这不是叉叉，那什么才是？欸這個、如果这不是官叔，那什么才是官叔？哎、是他讲的吗？是啦，就马王政争呢。今天人如果抓狂了，不要说打人，叉叉都有可能杀人。喂、欸，我怎么感觉上面那个是那这不是贪污，那什么才是贪污？贪污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是官叔，那个是官叔。啊，那就官叔。那不要说打人，什么都有可能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我不认识哎、欸，完全不知道。这个我不知道。好了，那就给他写个杀人吧，用逻辑去判断。强暴吗？我怎么记得？强暴都有可能吗？强，那不如写强奸。强奸都。杀人，杀人比较。没有啦，什么东西 game game 啦？爱河的水，哎、欸，不对，这个不是爱河的水。水饺啦。杀人？没有，水饺。哎、欸，子婷，杀人吗？这是正版的子婷吗？这是正版的子婷吗？可是，看真的哎、欸。可是他们有勾勾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们有勾勾啊？嗨，子婷，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人密我 IG 啊？不是说要找人密我 IG 吗？没有啦，什么咸咸啦？豆浆咸咸吗？哎、呀水饺咸咸的。还不敢聊啊、哦！我就不知道这一题，一定是的阴谋。阿公啊，哎、欸，是阿公吗？还是中共？中共啊，好啊，你跟他说啊。阿公啊，我记得他说会讲阿公啊。
啊 ，King of the， 可是那个是两个字，两个字最大档那个，两个字，保洁，一定是谁的阴谋？共仔吧，不知道，感觉大拇指啦，一定是大拇指啦，可以啊，两个字，我记得他有讲过阿公啊，这个你们都有在南北菜头，南北菜头，这个世间简单的，南北菜头一起串联。台湾哪里有劳工？那些劳工不是台湾哪里有劳工？那个过劳死。哎呦，如果有，我敢说没有。那些人本来就有病。哎，你们怎么这么懂政治啊？我完全不懂哎、欸。开玩笑，我连新闻都没在看哎、欸。我真的是。丁守中，这我知道。击溃丁守中。他在帮那个，丁守中宣传的，那讲错话、啊。请你告诉全台北市民谁是叉叉叉？我知道这个是王八蛋，王八蛋，谁是王八蛋？哇，这个好多题哦，它总共是不是有100题啊？然后我们要看我们哪几分？你是阿喜哦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思考是不是？哎，这最后一题啊，20题而已啊。没有，刚继续，他有可能会下一页。他这是讲什么？好长哦。啊，这个谁？这是不是那个？太老了。这还是中国那个六个字。中华民国要灭亡了！中华民国要灭亡了！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六个字而已。中华民国要灭亡了，这样八个字啊？强了吧？那不如打中华民国万岁。他这边只有六个格子哎。中华民国万岁有可能。中华民国万岁！哎、欸，中华民国万岁六个字哎。六个字啊，不如这样打。哎、欸，子婷很懂政治哎，中华民国万岁！好像是他连续喊，不行，我们不能看影片，这样。你的名打错了。哦，我名打错了，对不起，我不爱国。最后面有解答的吗？我不知道、啊，中华民国万岁吗？可是，不管了，反正我都不知道，这个不知道谁回复的。啊，还有。题组天灾人祸、有关台湾历年天灾的题目。登革热吧，登革热啦。哦，是啊、这个。总统搭乘云豹前往哪个县市勘灾？高雄吗？高雄吧。又是高雄，云林。哎，子婷说云林。哎呀，子婷懂哎、欸，子婷很懂哎、欸。哎呦，你不是政治咖吗？我这边一对一单挑环节。他不是比我们年轻很多吗？为什么他都懂这些啊？好狠哦！很少有这样的经验，像到叉叉叉叉的感觉。马德里四个字哎，夏令营吗？还是他上面的字其实不关乎他的答案啊？可是他是四个字，不知道他要答案。不是你讲两个都是三个字的。四个字没？你乱猜的，干！我还以为你是认真要回答的。这是什么啊？像到热带雨林的感觉，怎么样？感觉可以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感觉有通哦，我觉得可以。像到热带雨林的感觉，根据图中人物所述，不照天理造成的后果是什么？那个什么？那个天气变热，天气变热，天气变热。你看。这题是那个什么？你看都已经几月了，才这么热。狼哪么照天地啦？一组二选举无效，历年来的选举争议与其衍生的笑话。这还真不知道。丁守中的时间永远停格了，在几月几号？选完那一天吧。5月24吗？是吗？不是啦，不是，这都十一。十一和十二月。啊，有人说11月24。好。319枪。啊，不是你们一个人讲23，一个人讲24，我要听谁的？好啦，不然就选12月23啦。你们的把握多大？啊，选12月23啦，搞不好他们两个都错的。12月23，你不确定？子婷确定吗？对。英雄。好啦，12月23了。319枪击案中，阿比的哪个部位？受伤，大腿吧，是大腿吧，不是腹部吗？腹部啊，腹部，是腹部哦，好吧，抱歉，
阿扁，对不起，我跟阿扁握过手。对啊，我记得他还有去，他新闻上面有拍他的腹部啊，然后有一条疤这样。那天你看到半夜三点，你看这个看到半夜三点，是谁指使司机去冲撞法院大门的？您的回答。连战。我猜是连战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他会不会？等一下他会出一些通灵的题目，然后我们要猜是谁啊？通灵，那我很厉害哦。是谁把这扇门踹爆了？洪秀柱、高金素梅、刘世芳、邱意莹、高金素梅、原住民，不要歧视原住民好不好？什么意思？战斗链。请问途中被门夹到手？被夹到手。对。陈玉珍。要夹到手，要吸氧气。途中的阿扁是被谁打到住院的？好啦，真的讲韩，真的讲韩国语了。这个很久以前的，我们太老了。阿扁有被打哦。我们只好选韩国语了，因为我们要抹黑他。干嘛抹黑他？韩国语，哎、欸，真的是韩国语哦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必须啊！等一下啊，我把聊天室移一下。不然会挡到题目。三个感觉都蛮像会被。有几个后来被羁押了，是不是三个看起来都像被羁押？太难，三个看起来都像被羁押，锁链三兄弟。三个都有的。在苗栗县长刘正宏头上的是鞋子啊，我有印象这个。那个林，哎、欸，不是那个叫什么？哎、欸，是鞋子吗？是鞋子，就是有一个鞋子飞进来那个嘛。我记得非凡还是那个陈伟霆丢的。陈伟霆啊，陈伟霆丢的。依据邱毅的说法，途中有一大堆什么？香蕉。哦，是啦，这应该是香蕉吧？是吗？一大堆的香蕉很明显。那个是香蕉，他说香蕉，但是是向日葵。哦，请问途中人物的什么东西被学生吃掉了？太阳饼。要送同仁也被吃掉了。哎、欸，你有去参加吗？没有啊。马英九还我什么？公道田，还我钱，一个字而已。田牛田牛，哎，两、欸、个人说牛，那就是牛了。哎、欸，你们很菜哎、欸，你们都不知道。我都不知道。高嘉瑜，这是谁的房间？高嘉瑜，你怎么知道？高嘉瑜，我记得有播过。哎、欸，我觉得高嘉瑜唱歌给馆长听，那个馆长的表情超好笑的。胖虎白痴，选项就没有胖虎。这位女士的招牌音效是什么？她是谁啊？她是吴宗宪啊，看不出来吗？她是吴宗宪，扣扣姐。周等下我把这个关掉好了。嗯、那只能选嗯了。啊，那就是你啊！你应该不是冷凉卡好吧？有人说是一，他是周玉蔻，然后嗯哼，好，那就嗯哼。途中与应召站通话的是哪位政治人物？陈志忠。哎、欸，童仲彦，童仲彦还是陈志忠？哪只童仲彦嫖妓哪是新闻啊？对，不是新闻。陈志忠嫖妓不是新闻、欸。我有采访过陈志忠、欸、我那时候去民视还是什么公视实习的时候，我们拿麦克风这样，然后他发名片给我。作家冯光远曾指控谁与马英九有特殊性关系？那个金溥聪是吗？金溥聪，确定？金溥聪，你可被告？你可谁？要登报道歉还打漏是不是？你应认为本测验的难易度为何？非常简单。最好了，你那个有没有对我一半都不知道？